今天就是讲，好像我还是有点晕，是吧？说话有点啊，怎么样？还是有点说不清楚啊。你们听的话，那就是也听不清楚。嗯，嗯，没事吧？就今天可能其他都没有什么，就我们也是一起念普贤行愿品呐、啊，就是这个会相啊，听课啊。 讲课啊，就这些都是有非常大的功德，就是所以今天第一天呢，就是大概有这么一个怨气啊，就是接下来之后我这个就念那个三十中观论的传承，然后中间呢有必要的时候呢，再给大家稍微这个讲一下啊，就是这种方法应该是比较不错的，一一部论点，很快就讲完了然后你们也是得到传承，就是这样的话。 以后就说是啊，我在藏地区学了什么什么，就这样，就给别人说的话也比较方便，对吧嗯 <laughs>？嗯 <coughs>，那就，呃，三是中国人好像讲过是吧？以前，大概什么时候讲的？记得吗？啊？什么？九五年了、啊。不会吧？啊？啊,啊。啊 应该讲这个翻译是好像记得九五年，有没有？下面写的有没有？九五年对，前几年讲过。那你们这个时候谁听过？啊，怎么少？啊，零三年是吧？哦，可能查不到。零三年讲过，那已经四年了。 啊，零三年，只只活下来了一部分。嗯，也是娘他们生气一下就说，就想跟你们一起，忙我们挣钱嘞，别再操心了，等几年老了，等西乡等各自年纪，我们再拼，叫我们去几日，就将来米家兰的的。<noise> <noise> 呃，没那么多级，哦，他是这样是吧？呃，没那么多级，这就代表级中样，让你么这么多没定的、欠的指数多。张中学什么人来也没盯着像，阳通，但是让龙银中过了就让他们怎么就是就。嗯，五光正在说自己曾经有非常好的发言，然后也有一至三支式的。 忌讳修行佛法，但是自己没有很好的这种静静心，因此呢，就是已经成了这个晚年了。那么现在就是看到自己的这些行为，也是觉得有点这个伤心；看到别人也是如此，所以为了自他生起眼里之心呢，就造了这样的《三十中高论》。 呃，这个呢，就是当今国家的领导人，当今的这个共产党，所提出的这种人民币，基本上都包括五十年的命。很多人想修寺院，但修寺院也是比较麻烦的，就修寺院过程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种争论啊、执着啊。 还是一个人居住是我的忠告，就是不要就是想很多，就是今天修这个道场，明天修那里的，就是这样的话呢，呃，自己修行不一定很好，还是一个人住着，就这就是很好的。其实这个《三十忠告论》呢，主要讲一些这个真正的修行人、实修者，而讲的。呃，因此，呃，在这里的有些有些次呢，可能是跟。 当时的藏地的有些修行人非常适合，因为六百年前就是无光尊在当时针对藏地的个别的修行人来讲的，但大多数的次呢，我们这个现有的这些修行人呢，也可以就是就可以对照啊。就是当然，我们如果是有真正的利他性的时候呢，也并不是说不能修寺院、不能建道场。就是有些人的话呢，也比较这个，呃，就过激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各个地方呢，就是建一些。 中心呢，就是包括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各种学习啊，呃，大家一起这样的学习的话，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也经常给很多人说，你们的自己的家呢，就是如果提供呃给大家学习，呃，哪怕是呃半年当中，或者说是一年当中，让大家提供学习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这个房子呢，真的是非常值钱的了，非常有意义的，否则的话呢。 我们实践当中的很多的这些优美法，很多的优柔的菜产呢，当我离开的时候，什么价值都没有用上。因此，呃，现在我们这个大家就是为了利益众生的时候呢，就是全力以赴的做一些事情，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对众生也没有利益的话，就是以时间办法，呃，以希求这样的心态，然后呃，建道场也好，做很多事情的话呢，就是没有多大的意义，不如一个人持修。 他真里的是，一个人要修行，不然没有修行的话，光一个人这样坐着的也没有啥。就是这个肯定光存在也不成大。中土中生认得了老师后，有的觉悟为僧人讲，在那这边得了的境界，让僧人的命，苦人的敌人呃，出了的这样的，要让去老 给了，对不对？说不，就让生给我苦，人怎么？什么造佛像啊，造佛塔啊，就是化缘呐，就是然后依靠别人的这种财产来，就是行持一些这样的善法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依靠善法而造这个别造这种恶业吧、啊。所以呢，就是自己的心屈辱于佛法，屈辱于这个善法，就是这就是我的忠告。 我的忠言是这个意思，嗯，所以我们有时候，呃，要做善事的过程当中呢，应该因地的发心是什么样，整个过程呢就是是什么样。现在很多人就是说，真正自己也不好好修行，就是给别人带来许许多多的麻烦。包括有些上师的这个弟子啊，就是也许是可能对上师，上师这个呃弘法尼生。 但是他的造作过程当中呢，不单是对上师也不利，对佛法也不利。表面上是一种这个善事，但实际上让很多人呢，就是对三宝去卸见，就这样的行为非常多。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应该是具有善巧方便，否则的话，现在有些佛教徒呢。 呃，在我们像这样的寺院当中，基本上是看不出。一到外面的时候呢，不管是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很多地方呢，我们佛教徒就是自己没有智慧，自己没有这个三教方便呢，就是对佛教也带来就是很多不太好的这个影响、啊。嗯嗯，这些文字在网上也在有吗？有是吧？哦，怪整齐，谢谢。嗯。 那我这样念的时候，是不是他们也跟着吗？你们懂藏文吗？啊？那不懂藏文，我念的那你怎么知道？啊？不知道是吧？啊？现在第几个宋子了？有三十中高的话，我现在已经，啊？ 唱，啊，啊，听不懂。嗯，你跟来给我来一个汉文的。

通过各种方法来就是树护持，或者说是摄持一些眷属，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自己的心就是很容易产生傲慢呐、啊、执着啊，那这样的话啊，就就自己各方面的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就是不要就是到处呃去所谓的什么将军说法、啊，射术弟子啊，呃，就应该就是尽量的减免姓氏，啊，就想法就是减少。 就自己还没有达到达一定力量的时候呢，最好不要想的太多了，就意思。啊，嗯，从事件的就是各种的，比如说啊，一些呃，这个积累财产啊，就是或者说是用一些这个事件啊，怎么讲呢？ 嗯嗯嗯嗯，对，用这个泄密来，呃，积累各种各样的这个财产呢，实际上是求一些秘密来寻次时间爆发的。因此呢，就是要这个修严厉性啊，就是修这个你执着，呃，修理执着即是无中高嗯。嗯嗯，修严厉性就是我的忠告的意思吧。 嗯，不要对很多就是实践的，其实实践的很多法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可贪着的，可执着的。嗯，阿弥陀佛，我讲起来时候就讲做顿当如顿，你明白？对了，对，毕竟的这种，就人都没把苦念的明。啊，我讲做的顿当如顿，你明白？有时候有些人呢，就是就经常为了就是剽窃就别人的这种。 哦，矛盾啊，或者说是，呃呃，东西呃，就经常呢，就是就，呃，就公众这就争端上，没事，算了，我没有看书啊 <laughs>，这比较难懂啊，就是，但是呢，好像我以前讲,有有讲，有没有降音？有没有？嗯。

财富、眷属、福德、名声，都虽然便于整个世界，但是当你死的时候，就是什么都得不住。因此，好好的修行啊，就好好的修行。我念了完念了，你做过哪事？我把他们看这些众生，人嘛一样。我从走路，甚至讲为，真的是讲个苦的，怎么忍。自己就什么，呃，就为了这个自己各方面方便吧，就是。 呃，就有一些什么师侄啊，呃，就旁边就有很多人呢，维护自己，帮助自己，道友啊，同行，呃，什么就是志同道合的其他的人呢、啊。虽然是这是你可能在修行过程当中也是一种方便，但是呢，身边的这些人呢、啊，就经常给给自己带来就是很多的执着和麻烦，就是所以呢，尽量的就是建设人员，就是好一点，有些人。 就是就是稍微有一点能力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带着这个逝者啊，不不仅仅是一个逝者，两个逝者，三个逝者。你们看看现在很多上市的有些逝者都是，有些是很好的，有些逝者的话呢，刚开始时还是比较不错的，到一定的时候呢，也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不管是汉帝也好，藏帝也好，也是这样的。实践的一些实践人也是这样的，有些这个大老板呢、啊，有些领导、啊。 在他身边的这些人呢，就是有时候是言行举止不入法的也有，其实他自己的言行举止入法，但很多人呢把他当做一种被观察，也就是说是大家都要就经常关注他，这样之后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呃各种各样的行为会发生的。因此，我们就是呃当这个修行人的时候呢，啊，就很多这些硕士和没有必要的人员。 没有必要的事情，没有必要的财富，没有必要的民生，这些都尽量的放下来。当然，这个吴光尊则的《三十中观论》是，他是主要是住在一个宾馆，什么不是宾馆？是什么？住在一个寂静地方的，就是僻静地方的一个修行人啊，是这样的。可能我出去就是住的宾馆比较多，所以，嗯嗯，你呢，你呢，特别给我想欢粽子什 弄是听话过人十年多，时不时的回家，他不敢老师说吧，结果可能日真不一样。长年总得弄个设备，叫我们顶吧过五十年然后，嗯，自己，嗯，怎么讲的？就是说是佛香啊，就是什么供品啊，还有这个炉灶啊，等等，就是这些都携带，就是跑跑到就是寂静的山里面去。虽然暂时觉得是这些都是是很有必要的，比如说。 这个佛像啊，佛佛像啊，法本啊，然后就什么这个甘露啊，就是这个东西。现在修行人就是背的东西特别多，就是有些人，但是这些表面上看得很需要的，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也是争论痛苦的因，尽量的这个减少财物啊。我们有些有些道道友的就是这种这个屋子里面就是东西特别特别多，就是尽量的减少资源，就这是很重要的。现在世间人也是。 有些人就是光是把这个衣服都是就是堆得很高很高的，就是其实一个人在短暂的时间当中不一定会是穿那么多。有些时间人可能你自己本来是我听说是一个人，就是有好几百件的衣服，但是呢，还要每次到那个呃到这个百货市场去，每次都是有买一件有买一件，这样不说很好的。我们现在世界上是有很多人。 就是没有这个衣服的，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就各种各样的人，就这个时候应该是供给他们自己呢比较适当的，就是减少一些，呃，太色色的、太过分的一些资源嘛、啊。 这也是很重要的。作为修行人的话呢，也是出了一些法本啊。当然，无关尊者的意思的是，这个法本啊，就这些烧了也是是好一点。就是，这是修行人有时候确实也有这种感觉，法本太多的话，那就是也没有办法处理。你看，我们学院这边都是有些有些道友啊，刚来的这些人的话，那就是他也对法本好像不珍惜，就是每次都是就经常就是乱扔啦，就是也有这种这种情况。其实这是可能是对。 个别人来讲，他们不太动，就是；但真正来讲，像我的话呢，对发本子还是觉得很有必要的。就不管怎么到哪里去，很正规的，啊，然后佛像和佛塔还算是应该就是非常正规的。但比较而言，其他的一些用不上的，呃，就是一套两套啊，就或者甚至特别多的，那这些呢，就是尽量的这个减少这个处理，就是然后呢。 啊，就是为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呃，这个做一些慈善啊就是做一些这个有意义的事情啊就是尽量的。 啊，意思就是说，以前有的呢，就是慢慢慢慢就是减少；以前没有的呢，就是除了特别必要的这种呃一些字句以外的话，那就是不要，就是太多了，太多了的话，那就没有必要。一般来讲，过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是，对虚心人来讲是也是很重要的，对实践人来讲也是是很重要的。现在实践人的很多的痛苦呢，就是主要根源于欲望。

就就是通过批评来挑拨他的话，自己认为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度化众生的方法。我要先愤怒想，就是这是非常成功，就是这么认为的。但实际上呢，魔法时代的时候，给别人做一些粗语呢，不一定是就是对别人有利的，还是说一些温和的语言，说一些这个呃就比较这个悦耳的这种语言呢，就是这也是呃很很重要的啊。就是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的话呢，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说话过程当中啊，也是一定要尽量的，就是说一些激进的吧，就是就说说一些呃，就是别说这个一些粗语啊，因为有些人呢啊，一说话一开口就可能是经常爱说骂别人啊，说别人的过失啊，就是有些人，尤其是有一些。 发誓的话呢，好像挑花弟子的方法是最好是就是批评别人，一开口就批评别人。就其实经常爱说别人的过失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他也是是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一个人的修养和一个人的性格。偶尔可能就是点出别人的这个错误啊，这也许是有必要的。呃，我以前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包括对汉族导游就是讲课的时候呢，还是是比较爱批评。有一次呢。 啊，我去见的这个法王如意宝的时候呢，法王如意宝说：“你经常就是说批评呢，在魔法时代的时候，就批评不一定是让你众生，除了极特殊情况以外呢，尽量的就是啊，不要啊，不要就是说的这个出于。从此之后呢，啊，我也呃，就确实是自己改了，就是不包括课堂上也好，很多方面呢。” 啊，就反省自己，就是说是亲自这样说的话，我肯定性格不好。其实我也并不是性格，但是原来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好像不批评就是没办法，就是很多人都是，呃，就非常傲慢，就是通过一些批评呢、啊，应该对别人有利。除除此之外的话，呃，从此以后呢，我就呃就尽量的呃就是说一些温和的语言，就是特殊情况呢比较多，就是这个是应该就可以开始的。 啊，嗯，包括这次我们出去的时候呢，我也是，有时候是看到一些这个老师啊，就是他们对泄露秘密啊，就是就秘法罗做写一些博士论文啊，看不惯的时候呢，就在学校里面的是没有很好的演讲，就是直接批评他们，就是就整个一节课的事，就是讲他们的过失，然后就接受，就是 <laughs> 也有这种情况吧，就是大概这样的，呃。 但是确实也是在魔法时代的时候，很多人呢，呃，就无关尊者的这种教言呢，就是说说一些，呃，就是言谈育儿，即使我忠告，呃，言谈平和即使我忠告。对，嗯，哎呀，对了，对，嗯，潘不心机让顿没比尔他们这位嘛，咱们藏民就那样。 掌握语言，认真认真去背的，念不是那么苦的，念得明，就跟前面基本上相同。然后学生呢，说个别就坐了他们课的英语面，对了，听你那么说一句，什么继续把苦念得明？通过辩论、研讨，呃，还有呢，就是经常，呃，就是写一些论文啦，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来。 像这个弘扬佛法，或者是，呃，就是，呃，就清理啊佛法，但实际上依靠它也是容易生烦恼，就所以呢，就是金语，就是禁止自语，即是我忠告。 有时候可能说的少一点，不然没有智慧的话，那就是通过辩论过程当中，通过探讨过程当中呢，经常也是非常一些其他的高深大德啊，就其他的这个上师啊，我们有些人就是不会辩论，就会吵架，就是就就辩论辩论，最后呢就是就开始这个争论，就是争论呢就是最后就开始争斗，就这这样不太好啊，嗯。

呃，包括一些自重的这个观点呢，那通过这种方式来，呃，就绝对是这就是是弘弘扬自重就是应该是非常有利的。但实际上，依靠这种方法经常会，呃，自展会他啊，还有呢就是生贪心和嗔恨的因，因此呢就是尽量的放下这些。作为一个大修行人的话呢，自宗和他宗就没有。 没有什么啊,啊，我们藏传佛教一定要弘扬，我们泥马巴,巴的教法一定要弘扬，上师的法一定要弘扬。如果就是别人对说对这个上师说什么，对教法说什么，就是在这个时候呢，马上产生嗔恨心呐、啊。 有人就是好像维护这个观点的时候特别欢喜啊，产生叹息呐。其实这也是在某种意义上面的话呢，很容易就是产生贪贪嗔啊。就因此呢，呃，就真正了悟大圆满或者是大圆满修行的人呢、啊，自他的这种这个宗派也好、教养也好都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心非常的呃这种宽容啊。就呃，一定要我们自尊啊，一定要。其实我们有时候文思的话呢。 呃，就是应该要，就是，就是怎么说啊？就是离开一种非常狭隘的，就是包括这个现在，就是在整个世界来讲呢，就是有时候我们自重的一些，呃，虽然你自己的这种自重建立也是可以的，但是在某些时候呢，也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因此，在说话，在这个做事过程当中呢，可能也需要三教方便。 嗯，他们说的“穷啊苦”是那样的。除非自己人家人家想多巴西”的人呢，人得了得了，人都做不一。不可能说啊，穷是那样的。通过这个听闻佛法，通过这个智慧呢，就是看到这个别人的这些这个观点的不合理啊，别人的过失啊，觉得呢，就是这就是一种智慧。但是呢，依靠智慧也是自己会造造恶业的，所以呢。 观清净性是很重要的啊，就是观修这个见净现观修清净性的意识这是早期的这种翻译，有时候有些名字跟可能现在九五年的时候啊，就是有点可能不同的，也就是可以吧。嗯，当时我记得是这个是一个在中秋节的时候翻译的，嗯。

有些人呢，就是经常说，呃，这个一切都是空性的，然后，呃，就是通过这个空性的这种高的一调呢，就是诽谤这个因果的这个存在。虽然自己认为是无无所无作无所无所事实，这就是是究竟的佛法，但实际上这样的话很容易涉及这个积累二种这个质量啊，就是因此呢，就是修这个。 具备双翼，或者是空心和生意地和世俗地，智慧质量和福德质量双修啊，就是这就是它的这个中高无光存在的。是不断的推来我把所有人力、人力、运动、人、人、人，直接让这个公心来把嘛，专门对把苦人养大。 通过密法的一些方便道来修行认为是这是一种密法的修行，双赢的这种修法。但是这种修法呢，就是就很多人都是根本自己没有这样的这种能力，就是就自己具足一些真实的这种贪贪欲，就是所以很多修行人呢，以此方法呢，已经这个起火的非常多。 呃，就这样一来呢，呃，修这个解脱道，修这个通过文字修行来，好好的这个修这个无上密法，或者说是通过文字修行来，呃，就是呃，这个完成自己的这种这个呃修行的呃整个过程吧。啊，嗯，就是呃呃，根本得了光果上边吧的，就是当间人吧，所修果上人当是的。

嗯嗯嗯，这里说是不管是住在村落也好、寺院也好，还是在其他的这个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呢，就不要这个呃这个交的这个朋友呢，就是太这个亲密了。在任何一个时候呢，就是对别人的关系不要有太。 呃，这个不好的，这个怨恨的这种，呃，这个也不要，就是太亲密，就是有时候是太亲了，有时候是太怨了，就是这种过于的这个亲和怨呢，就是都都不太合理的。所以呢，任何时候应该是自己一种自我稳重吧，就是也就是说是自己呢就是稳重自主，稳重自主是人，就我们说是墨守既道吧，就是墨守既道，自己有自己的一种原则，自己有自己的道。 就不要，就是因为今天呢，就是碰到这个人的时候。 哇，就开心的不得了，就是互相的这个赞叹呐、啊，那吃的、喝的、睡的，就是全部都是在一起。两三天之后呢，就是又发生这个矛盾了，然后呢，就是恨之入骨，就是当面就是，也是这个，呃，就以这个种种的这种念这个看看是这个都不同的，然后背后呢也受种种过失，这不是很好的这个，呃，不是修行人的行为吧？ 啊，就不是修行人的呃行为，就是所以呢，在任何时候的话呢，对别人不要太亲密了，别让别人不要太疏远了，就是应该关心是比较真正作为一个修行人，这个是很重要啊。我们现在居士也是这样的，很多居士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哇，就是互相都特别关心，特别好，就是就每天都是要聚一下，就是或者是一个礼拜当中要聚一下啊。 就碰到你，我多么有怨分呐！就是现在的是，我们就是这个，这个不管是这个学习佛法，我们从实践过程当、实践当中的话，那也如何如何，就是过两天就是马上就是发生矛盾呐，呃，然后这个产生争论呐，就是种种的事情都会发生。其实这都不不太很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不管是谁，就是你这个。 关系好的时候呢，就是太这个好了；然后关系不好的时候呢，就是开始杀他的，没有没有问题，就是就那种，就这种这种情况是确实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是不是很好呢？ 啊，就是从表面上看到啊，就是这个人是好像这个像石头一样的，就是亲也不是，怨也不是。但实际上呢，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也不能太，呃，这个近了，不然的话，那就是容易被这个呃这种这个焚烧，就是也不能太远了。如果太远了的话，那就是也会这个呃，就是效于这个呃虚空当中啊。就是这样的话。 啊，包括我们学院当中的有些，呃，修行人啊，就是我们这个学会也好，其他很多人呢，特别希望就是大家，勿光真正的这样的这个原则吧。就是他真谛这么讲的，就是说是，嗯嗯嗯，与谁相处不远也不近，啊，就是文中自主即是无中高，对吧？呃，就是对谁相处的时候呢，也不要有。 怨恨的，就是关心不好的，就是会像到，就是非常这个像怨恨的敌人一样，杀这个杀父杀母一样的看待。然后也不要就是太这个关心太好了，不然有很多人的这种关心好呢，就是可能。 啊，就好话不常开，过一段时间呢，就是可能都不是很好的。人除了一些情愿深长的极个别人以外的话，那就过一段时间呢，就是都都关系不好的，而且不好的时候呢，互相的就是真的，呃，就就啊，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即使杀他的事就是无所谓的，就是那种这个作为，尤其是呃，在这个同性道友。 就是在一个城市哪里，就是同样获得冠定的，同样的传承的。那这些呢，我们在讲密宗这个金刚道友的誓言的时候呢，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怕。就是所以大家呃一定要注意，就是人际关系之间，就是人际关系呢，现在很多人都是不太不太会。 就是就好的时候太过分了，就然后不好的时候也过分了，就是表面上看到好像不亲不愿是，确实不太好，但实际上呢，就是不亲不愿呢，应该是可能你们的这个关系呢就是长存；如果是亲缘过分呢，就很有可能就是就这种这个感情呢就是不会长久啊。 就是，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事件人的，就是包括一些家庭关系的话，呢，就是也是也是这样的。就是刚开始好的时候呢，就是好像是，呃，确实是这个，就是用这个语言和任何呃这种这个没办法表示一样的。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也变成了什么样？就是像这个可能是想见都不想见。就是听说有些人呢，包括现在就是再嫁人，有些离离了婚以后的话呢。 别人说他的名字的时候呢，他特别恨，就是那这样，有何何必要呢？就是就光说一个名字的话，那你们不要提我他的名字，就是我要我什么什么，就这样的话，就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是这是更不庄严，就是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啊，刚的都讲过仔们说，农村人把苦酿的面。

什么就是世件的，就是各种这个语言呐、啊、文字啊、啊等等，就是知识啊。就表面上看呢，就是这也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它最最终来讲是也是一个成佛的因，因为佛陀是变知，就是佛陀不可能不懂就这些。但是真实来讲呢，就是这些都是是让我们的心就是很容易散乱，就是这个对禅定呢很有影响。就吴光尊在讲，你做真正一个修行人的话呢。 最好就是不要，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心思吧，就是不要就学很多的知识，好好的修行就可以，对吧？嗯嗯，放弃素质基础，我忠告。嗯，难得人，难得多真。嗯，看比不过老早，文笔空难喷作纸板样，东穷西烂没存在，背就学学学了苦娘得命。 嗯，那么嗯，在那个住在自己家里的时候呢，就是就非常这个努力的装修啊、装饰啊。现在有些修行人的话呢，特别重视自己的这个破房子，还有就是做各种各样的这个装修，就是其实这是。 就吴光尊在这里讲的一样的是，在寂静的地方呢，就是修很多什么这个特别就是庄严的这个庄观的这种房屋啊，就是豪华的这种房屋啊。 作为一个修行人，就是每天都是忙着这些啊，就是非常没有意义的。就因为，呃，在一个修行的这个道场当中啊，寂静的地方啊，或者甚至我们有些居士也是可能天天都是为了忙着一些这个呃破房子，就是就一直一直这个啊房子的装修啊、卖房啊，就是这样一直就没有修行的时间，就是每天都是向着自己的房子。其实这样，呃，就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一些小事呢。 就可能把自己的终身都都已经耽误了，就没有这个修机会了。因此呢，啊，就尽量的端出一些术士，啊，就是端出一些，嗯嗯嗯，对，就是端出一些术士，就是我的这个忠告啊。就是确实，我们这个包括我们以后呢，就是对这个各个班的一些这个修行的道场啊，就这些的话呢。 我们按以前的话，就是按照藏传佛教，就是这个经堂里面有很多的话文呐，就是这是藏传佛教当中是有的。但是我想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是很多的这个道场的话呢，可能比较简单就好一点，就是就现在的这个很多建筑呢。 啊，就不是这个，呃，很需要，就是就各种就是这种花纹呐，就是这些都，尤其是这个西方很多人呢，我这次出去看的时候呢，还是学了一些建筑学，就是然后呢，就是觉得是我们以后的这个金堂啊，包括个人的一些房子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有些装修啊、吊顶呐，就是这些的话呢。 特别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的一些这个价值观和审美观，就是所以呢，呃，就这些都没有必要。就是一般来讲，最多是就是敷一点，就是呃白色的这种这个白的这个颜色啊，就是这这样的话浪费很多的资源，浪费很多的时间。就是因此呢，我希望就是从今天开始呢，就是很多道友啊，在这个我们的拉种山沟里面呢，不要把。 外面的这个房子呢，就是修得特别的这种壮观呐、庄严呐、啊。就是虽然这里的是没有这个修梁，三层楼太高的这没有，但是最好也不要这个。 毕竟是修行人吧，就是修行人的话呢，你外面再怎么样修的话，也可能是没办法，就是闭上白宫，就是没办法，就是这个北京的很多的这个建筑啊，就没办法的。所以呢，我们修行人呢，应该修行有自己的修行的特色，修行就是不要修房子为主，不然的，不然的话可能没有没没有很很重啊。当然有个别的有些道友呢，可能。 为了必要而修的话，就是也是不要多的了。要多的话，那就没有意义。就自己的心全部善在这方面不太好，呃，所以他这里呢，就是住家的时候住在不管什么家务呢，就是自己的房屋壮饰啊，在基建的基金的山里面，就是希求一些圆满，希求一些庄严，希求一些快乐啊。就是我们有个别人是已经看破了这个大的这个尘世，但是呢。 又就是就追求一些新的这个城市，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简单的一种这个生活方式啊，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一点避风，就是包括现在冬天特别冷，就是一定的这种。 这个避寒的这种这个设施没有的话，确实也不行。但是呢，大家也应该注意，不要把这个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精力、所有的这些资源，全部是用在就是个人的一些很小的、没有意义的，就是这上面，就是这样的啊，不是很好啊，就这方面考虑一下。呃，下面讲什么呢？Damj 他跟南京在哪里啊？嗯，今天我好像说话怎么样？ 嗯，三。很好。嗯，清国教养人那是怎么讲的？是不是？嗯，当年。张谈什么什么？嗯，我明白，工人本走这边，端起我呢，学习学着苦人

嗯，然后就什么这个，经常呢，就是就准备一些，呃，这个书籍啊、教研呐，还有这个记录本啊等等等。虽然这些呢，呃，应该是对深深的一些佛教的这个意义呢，呃，就是自己要想了解方面的话很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修行的话，那可能临死的时候这些书本也没有什么用的。因此呢。 呃，就关心就是还是很重要的啊。就有时候我们就是发本也特别多，笔记本也特别多，就是全部都是堆得很高很高，就像我一样的。然后呢，就是书房里面就是书也特别特别多。但是当我试的时候，如果书里面的这些知识没有融入在心的话，那书就是书，我就是我，就是没办法的。因此呢，现在就是还是把这个书本上的教研的话呢，尽量的用在这个信上面。 就像一个人考试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笔啊、纸啊，或者是一些书本啊，全部都拨浪。就是一个人拉着一个笔，就是考试的时候呢。 就那这个时候看你自己就是学的多少，就是这个学的多少，呢？在哪个时候用的？就像我们人死的时候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包括一些法斑了，包括一些外在的这个知识的话呢，没办法带走。就是您死的时候，连自己的身体都带不走的。就像其实我经常这样觉得，是我们这个呃死亡呢，就是进入一个非常这个呃就特殊的一种这个考场啊。就是那个时候呢，每个人都是就是。 通过这个身体呢，就就观察，就连这个身体的骨肉都都不能带的，就像我们一个非常重重要的考场里面，连自己的一张纸都不让带一样的，就是这种情况。就那个时候还是要关心很重要的。现在我们在座的很多人经常啊，呃，修出离心啊，修菩提心啊，然后就是念一些经啊，就经常观自己的心，人是自己的心。其实人是自己的心和观自己的心，这是什么？ 法当中都是最这个重要的。当然，人是自己的心，观自己的心，首先需要温思修行，就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的话，刚开始我们说一个大话啊，关心关心的话，没有一点持力和教养，恐怕也是不能成成功的。嗯 <noise> 呀，对的，对的，对的。那嗯嗯，那你是最后怎么达到苦呢？就是这个字。 呃，这这呃，这修这这念当中得了当，他们就是做么当，念一样能拉索，再难一样难到可以的，无论怎么苦念他们因，难到几次，几次打发，几次三打这次，多少次把，几次功德没了，功德又把，因为是穷苦念他们因，嗯，这是他呃真真正的这种这个修行啊，当你产生分别念的时候呢？ 自己观这个他的本性，当他真正就是安住在自己心性上的时候呢，就，呃，嗯，怎么讲呢？呃，就是说，嗯，生起分别念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就是观就是他，呃的本体，就是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已经获得定解的时候呢，在这个定解当中安住。 嗯，然后修心安住呢，就是其实也是最后都是无修，都是，呃，就是要诀啊，就没有什么修的，就只是，呃，禅宗和大圆满结合起来的无光准则最后的一个非常深的要诀。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升起分别念的时候呢，直接就是观他的心，直接观观这个心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在，在这个分别念也好，或者是安住的心态当中呢，就就观察或者是安住。 当安住的时候，就是产生一种定解。这种定解呢，你可以就是认识它，你也可以呢，呃，就是，呃，就修行。但是这种修行呢，并不是我用一种分别的非要就是再次的不断的修啊，不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一种无修的修行。这真正产生无修的修行呢，这就是是，最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是，我们就是就是真正的这个观。 观什么样呢？就是观这个无散的这个修行啊，就是这个，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说也，就就只有这样。但是最好我们，呃，很多人通过这个上师们的这个加持，呃，这个传承的这种，呃，力量吧，哎，就是。 通过这样的这种关系呢，应该是自己的姓氏到底是什么样呢？就是这个并不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到底是怎么样的话呢，我们可能眼睛也看看不一定看得到。就是如果我们去的话呢，也不一定能找得到。但是你姓关姓呢，嗯，但这是可能进入到秘法里面去了，不说了，对吧？那无广尊者在这里这样讲的，我也没办法。嗯嗯。

错误也业里面苦是两方面，呃，真悟空性的见解当中呢，呃，取舍因果就是非常要这个精神。然后真悟这个无所做的这样的境界当中呢，护持这个菩萨戒和别解脱戒和密乘戒就是非常重要。然后无缘的这种境界当中呢，啊，虽然你已经真悟了无缘的境界，但是以这种境界当中呢，还是对众生修不断的这个。 大大悲菩提心，这就是是这个二字无无别，就是两种质量，就是双运吧，就是二字双运，就是这就是我的忠告。开智不那么忙，但但把什么同多金什么，你搞不懂，总是难得个。得西军们学几个人的让利吧，得当当的吃了，让他们送学的。我个光尊者说是他以前呢，一直过很多很多的这个上师。 也听过非常深奥的，就是这些，这个深深的教研就像我们这里有很多人也是一直过特别好的这个上市啊。我都昨天刚刚回回到学院之后呢，就就思考，就是我曾经就是在这个自己的呃大概是接近二十年当中，就是一直上市的整个过程啊，我就自己做了一个大概的总结。我来的第一年来八五年，我当当年我听了什么法？ 八六年我听了什么法，八七年听了什么法，最后到上市原籍之前的话呢，我就大概的列了一下，就是那一年呢，我全部记不清楚的，但是有些是我有一些记录，有些是没有这个记录，但是呢，通过思考和这个预算的话，就是就推理的话，那基本上是，我那南年是就是讲这个法，南年是就是讲这个法，就这样的话，整个一年一年的话。 确实，自己也是得过特别多的一些深深的这个教言呢。然后一直过就是像佛陀般的，就是非常，啊，就好像超越这种我们的这种观察的一些这个善知识，嗯，然后，呃，由于嗯，就深深的。 然后，吴光尊则他也是阅读过，就是特别深深的经典和续部。然后自己呢，就是也把这些经典和续部的内容呢，也就是反观自己内观，就是也是想过，就是就通过这个修行过，嗯。但是呢，就是他这里很谦虚的这个语气来，啊、就是说啊，就呃这个无忽随之无休，自自呃自其自，呃就是说。 嗯，啊、呃、啊，就虽然是自己是这么这么一个，也一直过上市，也听过很好的教研也看过就是特别好的一些经典和学部，同时呢，也自己也观察过自己的心，也翻观过自己的这个心，但是他这里就是说，啊，就就虽然已经明明知道，但没有呢，就是很好的这个修性，就是自己把自己就是已经这个欺骗了一样，就是。 我自己呢，就是是这样的。我看到别人呢，也是这样的。所以，吴光尊就说我造了这个《三十中观论》，就是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呢，有了这个一直三知事的机会。 有了这个听闻佛法的这种教研自己的一生当中来讲是应该是非常的光彩和这种这个辉煌。可是呢，就是自己没有的这个很好的修行，我觉得吴广尊者绝对不会有这种形象，就是这种现象啊，因为他是文殊菩萨的这个画像，就是肯定是就是就是怎么说啊，献献给我们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里很多人的话呢，确实，呃，就翻观自己的一生的时候呢，你们可能有些人呢、啊。 有些刚开始学佛的人呢。 可能现在也就是算不上什么，就是因为你刚刚这个学佛就是几年了，学佛一年两年了，就是还可能这个呃还有这个幼儿园的没有读完，就是这个小学小学课的没有读完。现在你看小学的话呢，要需要就是按照这个我们这个附近的话呢，就是读小学还要这个六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所以我们学佛六年的话，可能小学的还没有毕业。但是有些人的话呢，已经四年、二十年当中一直过三知识 同时呢，也听闻过很多教言，也阅读过很多的这种深深的，这种这个经典和续部，然后也稍稍的，就是内观过，可是呢，没有很好的这个修行，没有真正的去，通过这种方法，甚至有些人的话呢，可能越来越这个上市谣言，越来越这个教言谣言。 越来越什么呢？就是跟经典和虚部和还自己的这个修行境界呢遥远。那最后的话呢，自己也照不到自己。这样的话是特别可怜的。 啊，就像是一个人，就是非常非常有钱，但是呢，后来连一分钱都是没有用上，就是全部都是，就是就浪费了，就是那这是非常时间当中也是非常的这种不合理吧？就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很多人呢，在五光尊者的三十中观论吧，我今天呢并没有就是全部都讲吧，就是只是刚开始呢，就是跟大家有一种稍微就是可能呃，就简单的就是就支持一下我们这个修行呢。 啊，的确是非常非常难难啊！就是，呃，当然我看到就是很多人呢，也是对修行非常的这个重视，包括我们晚上现在在这里。 直播啊，就是讲课的时候呢，像可能中国的各个地方听课的话呢，不是很困难的，就是跟我们同一个时间，就是晚上七点钟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大多数的人都是时间就是比较这个适合的。但是在其他的，我这次出去呢，就是深深的发现到，他们还是很多地方听法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些是您现在的时间是凌晨就是三点半呐，就是有些是凌晨四点钟，有些是凌晨六点钟，但是他们还是在很努力的听着。其实这个。 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为了佛法，我们应该就是呃，就是将自己的这个睡眠呢，就是将自己的很多的，就是付出的话呢，你付出的越多呢，你得到的这个越多。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实践的这个知识，实践当中也是。 特别就像一般的现在实践的，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个学问来看待的话，那可能啊，你得到的这个收获也不一定就是非常啊多的了。就是因此呢，无光尊者的最后的这个教研呢，就是希望我们这里很多人呢，就是也要就是可以就稍微这个考虑一下，就是对吧？嗯嗯，就无光尊者这里这样讲的，一直深是也闻甚教说，由于。 呃，深深进去，呃，观观内心，无火随之无修，自欺自，就是就非常这个悲哀，就是虽然就是知道这些所有的技能，但是没有很好的这个修行呢、啊，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呢，这是呃，就是为我喝酒是像我这样的这个人呢，就迅速了，算是中国轮的一次，啊。

那个时候，我们学院有一个小小的这种外面的这种高音喇叭，就是这个高音喇叭的声音都是不像我们现在学院的那么，就是这个官家在里面一说话的时候都是呃，就整个，呃，就怎么说啊，就不像那么大声音那么大。但是那个时候，方文如意把经常放这个《三十中国轮》的这种用刀割的形式来，就是念这个《三十中国轮》，所以我以前呢。 就经常就是在自己的功课里面就是放那个《三十中国轮的颂词，就是经常念。但现在好像有很多年呢，可能也没有没有这么这么念吧。就是但我对这个《三十中国轮信心非常大，就是觉得是真正当一个修行人呢，也需要这样的，呃，就是对很多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应该看的比较这个淡。 但也不能就是，尤其是我们这个今天听课的很多的在家的一些居士的话呢，也不能因为这个学佛啊，就是因为三十中国论的原因呢，明天就是不上班啦、啊，就是家里的这个饭也不做啊，什么都不做啊，就是关肚子关心无中高，就是然后就这样的话呢，可能不呃不是我的这个原呃目标啊，就是希望呢你们还是三教方便，就是修心也需要。 尤其是现在，利益终身啊，啊，就是对家人的这种关系啊，就我们总觉得是，对家人、对同事这些的人际关系很重要的。现在很多佛教徒呢，好像就是这个人际关系方面都不是很，很这个有方便法的。就是大家应该用一种智慧，用一种方法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对自己的这个家人啊、同事啊，还要，啊，就是跟这个。 上面的领导啊，跟这个下属的各方面的这些人呢，都要有一种很好的啊，这个智慧和这种啊方法来，呃，就是和和和睦相处。这样之后，也成为一个很好的佛教徒啊。就那么今天呢，好像嗯，我就就讲这么多吧，对吧？就今天和明天，可能我这边没有呃借的啊，因为我刚回来就。